爸妈的心情就是不一样。饮食部怎么那么远啊？对，好像很远。至少来个贩卖机嘛。哦，有勇士队的。多老人，你信不信？走几步就是休息。这真的蛮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像我们那一天，像逛到下午，根本都没逛完。沙漠区是有骆驼的意思吗？有那个河马，然后斑那个斑马，没有东西啊。他们在睡觉了吧？快到饮食部了。啊，大象，大象。非洲野鱼，就是那个。哦，这边就有一个。其实那个很像垃圾袋，但那只是，那只很像垃圾袋。哎，餐饮步道，餐饮步道，刚刚买喝的。对对对，他都不看熊猫，都看我。再见，拜拜。三点零，刚刚就高。哎，其实我在录音。等一下，还有一面是 Happy Birthday。真的。Happy Birthday， 要不要帮你拍一下？这里也有一个。妈妈是。小寿星。飞扬。那个酒。姐。耶、啊！看不到你，他二十吧？你那二十吧？
吃你的钞票，你每次钞票他怎么都不吃？不卖，你的钞票。好，再来就是他这个了，他这个了。这个，请稍等，正在榨汁。在榨汁，你不用。哦，这边正在榨汁，没有没有，正在榨汁。我要你看这个。这边。也掉了，正在弄。啊，不是在这边弄哦。还有这个，酷哦。哟，好酷哦，有没有在这边榨哎？没有。啊，人在那边。那么冷嘞！哎，然后取杯找零，取杯哪里取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还在取钞的啊。他这边，他这边有这个，要等他显示。然后这边有没有？请拿走你的橙汁。然后他打开盖子的，然后就可以拿了。好。然后最后才是找零。哎呦，小心哦。然后就找零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没看到你，哦，不能敲他的头顶，哇，整个人看不到，呵呵，呵呵，算了，每次玩 DM 好了。对。嗯。我们班也在想要不要带。哇，掉了，没有了。嗯。快乐最好自己唱。好像是你生日的感觉。啊，怎么开始呢？你就直接开始吧。直接开始，我要说什么？要直接拍还是横着拍？当然是横着，我剪片要横着。是啊。嗯。要放音乐吗？是，不用啦。不用放音乐了。快点啦，我要洗澡。一，那你要自己唱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全按。我录完了。你没有拍手。你没有拍手。啊，我要三个要合照啊。欸，没有我呢。这一张合照很好看。哎呦，这样，还是没有你。
后面一点，没有蛋糕啊。你在录影，我要拍照了。不是，还是没有你。哦，自己蛋糕自己切。Do you have birthday? 哦耶！下一个寿星是你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啊，这个有花花呀，好可爱哦。那个寿星是你。你有需要底吗？有。这样也蛮好切的，然后一块。对啊，很好切。好，我切完了，这块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这个盘子跟这个叉子非常可爱，盘子是梅花的，叉子是 Tiffany 的颜色，非常的可爱哟。我们来试一口看看，木盆子。嗯，哦，它是每插一块就会小一块的，嗯，嗯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嗯，很好吃哎，真的，嗯，好吃哎，试试看外面这个。满满的覆盆子，嗯，好吃，很可以，不用了，让他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搭猫空缆车，我们独自享受水晶车厢。这是生小孩的好处。地板是透明的。不用。什么声音？会不会蛮热的呢？我们已经快要脱离跑道了。成功了！你会害怕吗？这种惧高症的人就不能坐水晶车厢。我觉得还好，这个地都磨得那么……又有点糊了，所以其实还好，没有那么恐怖了。菲菲，你要给他反过来吗？是啊，我刚才说要把他反过来。因为蛮凉的，然后有自然风，不能站起来啊。你先穿帽帽，它很热。菲菲第一次坐猫空缆车，你会害怕吗？哇、哦，下坡下坡，这是高点。它看起来不会害怕，那赶快坐。他流汗了，要不给他电风扇？哎呀，笨的电风扇。嗨啥菲菲，我们坐猫空缆车啊，奇怪的，睡一觉突然就可以玩了，好耶。你拍到我吗？这个满是刮痕的地板，蛮热的。这样会很恐可怕吗？这样看着，你看都是刮痕。哎，菲菲啊，要拿电风扇给他吗？对啊，他现在不要吹电风扇。菲菲，菲菲，咕噜咕噜咕。
哦，还有这边不提供上车服务。没有。超晃的哎！这边有个站，可是这边不提供上车服务，好奇怪，为什么呢？继续走。菲菲，你热吗？然后那边不可以站立，不可以跳跃。好热，可以把口罩拿掉吗？可以吧，我没热力。蛮热的哈。嗯。阳光拍人了。有拍哦。嗯。再拍一张，一二三，黑飞，黑飞，还蛮远的耶，蛮远的、啊。嗯，这边是哪一站？他会说吗？这也是两个人坐。嗯。今天有没有卖冰啊？你们为什么为了讲究把你的？我觉得帽子太低了，让它刺眼。啊。菲菲，开不开心啊，菲菲？好热哦。好，我们去买冰吧，坐在里面休息一下。来，小点咖啡。对啊，这边配个站，你们站站后退一点。真的假的？